姜涛自知有几多斤两，着踢死兔示范结婚。Mira 歌迷专属聚会一连四日举行，每位成员各占一场。姜涛在第三日登场，以踢死兔造型与姜糖互动，再次表演晚安大小姐舞蹈，自嘲造型似结婚，被姜糖要求示范结婚。姜涛向粉丝讲爱的宣言同埋我爱你。玩游戏时，姜涛面对粉丝弹额头的要求，佢只是细细力咁弹咗一下。献唱之后，姜涛扫心声，佢自觉好有福分。能够入到呢行，亦都自知有几多斤两，得到大家支持感到满足。若干年后当佢归隐时，彼此亦共同拥有呢份回忆。Anson Low 感恩粉丝留在身边，承诺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在第二晚登场的 Anson Low 更加由七点半开始到凌晨近两点钟完结，和粉丝相聚长达六个半小时。 Anson Low 表示知道追星是很累的事，花费心力、时间和金钱，用尽每个方法才可以见到一面，但未必能够倾谈。他又只见到粉丝开心，他就会开心，知道他们不开心烦忧，为紧张而喊，他亦都和大家一样不好过。 Anson Low 觉得和粉丝是共同同体，知道大家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和身心健康，承诺会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感恩粉丝选择留在他身边。